Hello，Hello， 连续几个星期咧做咗两次家宴啦，两次电台节目啊，三次户外直播，又有记者招待会。今个星期咧，大家休息一下，所以话咧，我净系安排咗少少节目。咁系21号咧，星期五晚嘅8:30，就有我哋第45集嘅《轻弹浅唱龙的歌》直播。呢一场咧系龙情蜜意独家嘅 Zoom 直播。22号星期六晚9点，会有嘉宏环球自购呈现嘅第46集《轻弹浅唱龙的歌》直播。啊，呢一场咧系 YouTube 直播。啊，暂停咗一个星期嘅宝岛金曲又翻嚟啦吓。到时咧，我会介绍第6首宝岛金曲俾大家。23号即系星期日晚8点，会有品酒坊呈现嘅第47集《轻弹浅唱龙的歌》直播。呢一场咧系快手直播，系我自己嘅快手平台开播。咁再宣传下，我11月18号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嘅演唱会啦，门票咧已经公开发售，大家都可以直接同我内部认购。WhatsApp 咧就系6016413，6016413，或者你电邮我都得嘅。多谢大家支持，多谢。大家好。连续几个星期呢，做了2次接演，2次电台节目，3次户外活动，又有记者招待会。这个星期给大家休息一下，所以呢，我只安排了一点节目给大家。21号周五的晚上8:30，会有第45集的《轻弹浅唱龙的歌》直播。这一场呢，是在《龙情蜜意》独家的送直播。22号星期六晚上9点，会有嘉宏环球自购呈现。第46集《轻弹浅唱龙的歌》的直播啊，这是一场 YouTube 直播，暂停了一个星期的《宝岛金曲》又会回来啦。到时候我会介绍第6首《宝岛金曲》给大家听。23号星期日晚8点会有品酒坊呈现的第47集《轻弹浅唱龙的歌》直播，这是一场快手直播啊，会在我自己的快手平台来开播。再宣传一下我11月18日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的演唱会，门票已经公开发售了，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内部认购，也可以去到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来购买，或者是去他们的网站。谢谢你们，我的 WhatsApp 呢就是6016-4813 6016-4813，你也可以电邮我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每一种支持，谢谢，我们直播再见。多谢你对我的绝情，让我学会了死心，任眼泪随风飘零，让一切如影随形。多谢你对我的绝情，为我指点了迷津，请把回忆按下暂停，不再去管它。